Hello， 大家好吗？我是Wongviolynn，你们快来订阅我的频道，260个了，我们又会有送礼物给你们，然后谢谢频道，爱你们。有的材料是咖喱，然后蒸菇，然后这个是 mushroom， 这个就是咸菜，生姜，然后这个就是干辣椒，然后这个就是鸡根，然后这个就是干腐竹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葱一点点，就是 mix 的菜，因为有很多菜在里面，mini tomato、carrot、rocket， 还有那个生菜在里面。丁香，新 seafood 的新丁香，先放油先，一点咖喱下去。全部咖喱上去，然后小火 mushroom 下去，要炒先过了的几根。然后放这个咸菜下去，好，放这个蒸菇下去，这是Oscar菇啊，Oscar。好油，一点点，然后把油，然后胡椒粉，然后就炒。可以拿上来了，哇，很好吃哦！然后不到15分钟就好了，这个菜放一点 olive oil 下去。然后就放胡椒粉一点点，
放一点那个把油下去一点就够了，一点，是很特别，是啊，好，是啊，对对对，好了，这些了，给你们看我们的 dim sum。 好了，然后放一点 tomato 上去。首先开火，我要放一点油。 生光下去，我们有试过生光那里烤过，烤了，然后释放这个，要冲，要冲下去，冲热。 好油，这个菜，哇，好油腻的，这个菜，酸酸，那个，然后近期开我的 YouTube channel Wongviolynn 92 channel， 然后小碎，就是按赞订阅，然后有人做。 煮的餐已经在桌上了，巴斯马蒂饭。